暗太好用了。他们还在唱魔法，就是了靠，不是在唱魔法，干我黑暗有毛用？神 UP 有投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投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反正对我来讲没什么差。对啦 ，PVU 剧情是也蛮多的啦，这演讲是也蛮多的。有没有女神的圣水可以喝了？哦，哎、欸，丽娜又学到什么新招了 ？Miss Kanto Donik。单体精神力上升，解放魔界的睿智。我的复活节彩蛋，要不要吃一个那个补人皮的、啊？哎呀，等一下，人比较少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全体魔法，大概就只有那个谁有全体魔法而已。都没投啊，我都没投啊。因为我没特别想要什么，就懒得投。哎 ，GC 4232，你好。好吧，好选应该会吧。我靠，那三只手，一个那有三个木。得到了鼻酸，你干嘛？哎，马天然，你直接就懒得投了、啊。哦，防睡眠和精神力减10，我靠，好难用、啊。那他还是可以等 P4D 啊。防睡眠理论上是不错，可是有苹果的味道的木上面写着文章。Queen 的冒险就在这里结束了。什么？女王的冒险在这结束了？就近再给我一副眼镜干。国王的冒险在这里结束了。有苹果，这个苹果国王跟那个吧 ，Jack 的冒险 ，J 的冒险在这里结束了。哦，所以 JQK 咯，所以这里是那个吗？那个扑克牌吗 ？P4D 哦。看起来是不错玩的、啊，我要打，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要看歌的数量啦。歌的数量太少，说实在就不会想玩。哎靠，大叔在那里哦、啊，你有猫吗？干嘛的？哦，传送屋哎、欸。好、啊，打得赢吗？哎，没有猫啊，我的猫、啊。那应该有只猫吧？哎 ，BOSS 前没存档的，不是这样吧？哎 ，BOSS 前没有存档，这游戏确定没错吗？不行，他不让我传。哦，他得到 F 什么？那让他吃一个回 MP 的好了。先把血补满再进去，看看单打打不打得赢好了。宝宝都不打呢。啊，奇怪的一行人现在有戒严力，说出那个暗语才能让你们走。暗语吗？暗号吗？嗯。希拉努摩啊，希拉 K 库玛，希拉 K 米索，米加斯 K， 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纯粹不对，重来。哎呀，哥哥没事吗？啊，那个洞穴里有很大很逊的臭鼠鼠在里头，要得到正确的那个下面的人，搞不好给我们什么讯息哦？搞不好这个人吗？哦，芝麻开门，卫生开门哦，那女主角根本智障。这家伙会有什么？啊，在前面的话，只有卡恰曼团老大所认可男人中的男人才能过。哎，女人的话，啊嘞？下面会有谁有讯息吗？好吧，现在资料暂时不够，对，下面应该就是那个吧，什么皇后那个什么，哎，有了有了，看到人了，哎，他们什么时候来的？靠！啊，辛苦你了 ，DA 啊，我们要往魔王城跟你们一起战斗吧。我们是王国骑士团的先发队，到魔王城跟本队合流。啊，哎呀，这么长时间跟上司两个一起旅行，好讨厌的，看我要带着多不想跟那个。更不想跟他一起去旅行的、啊。哦，这里有盗贼团，要不要跟他们开战一场吧？哥哥，这附近有臭味的，搞不好可以得到什么情报。啊，大家等情报。什么情报呢？哦，这次的那个口令什么？西肉上烤的亚萨玛行林库阿布纳内，不行，记不住啊！特别喜欢油呢，在减肥中要特别小心油啊！昨天啊，我还说啊，负责工作，老大说汤太浓了啊啊！强韧的肉体就是每天要吃林尼库，林尼库是什么东西？我忘了，洋葱吗？啊，果然坏人就要吃洋葱的。不对，尼尼苦是什么啊？尼尼苦是肉吗？你哭？听不懂，搞不懂。他不会还要解谜吧？这应该算情报了吧？喂，你们这不来跟我一起打的哦？可他说不要有油啊！啊，记得了吗？野菜漫画，野菜的橄榄蛋，羊肉，野菜，羊漫画的羊毛蛋，卡梅拉，羊毛上面，羊毛上看，零零苦。ヤマサイ君、名前さんもプランマイスクール。救命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，ヤマサイ君、吉普拉斯曼加尼尼库。他说要加尼尼库嘛，所以是一或三其中一个。ヤサイ君、ヤプラス、ヤサイ君。亚塞曼加普拉斯纳曼纳尼尼克，这个吧。哦，正解，敢抠手有没有看到？啊，这是老大正确，你这是同伴了，来带路。好、啊，这样就可以进去了。哥哥，骆驼米达斯得纳尼，什么骆驼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只是宗教性的，不重要，走吧。哇！好臭啊！这是通孔什么意思啊？通气孔。前面有一次看起来就像是魔王的东西。有个妹子哎，原本是哦，这是刚刚那个女人，那个刚刚那个那一对的那个情侣狗男女的那个女的，那种软弱的男人果然是找别人才对，哼，阿欧巴桑嘛一样啊，这么粗犷才是这么才是真的男人呢！啊，在漏斗之前等待，好担心呢。伊玛诺瓦亚塞伊冈纳麦亚盖斯普莱斯亚麦德巴怎么了？
你是我们的慢慢面，你吃过我们的慢慢面的吗？没有，是吗？快回去吧。哦，中午过后一定要吃一碗。啊，想要天地都倒过来了，不要妨碍我的挑战。哥哥 ，Giludi 是什么？啊，他们的臭味还是不要知道好。这老头是谁？哦，整理那个床单的老头。猫说，猫还说好臭啊，猫。那我们也来挑战他的那个东西吧。哦，不行，要老大的许可。哦，你看是有多恐，哪呀，吵死了，搞什么？豆猫你好，啊。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少女呢？俺们这些坏人，你们的超酷队吧？这应该不是魔王吧？这是只牛。这家伙，这是那个萝莉控。啊，喂，就是你逃回来的那个家伙吧？哼，真是挂不上面子。哇塞，吵死了，凹吧！啊，你又没去现场，说什么呢？哇，是负责头脑派的。啊，奚落的能力，看事情的能力，就是我的错。可恶，气死我了！吵死了，雅各巴西！啊，再说一句，把你们煮来吃！咦，哼！姆桑，他就说：“你到底来干嘛的？说吧，把丽娜重要的东西还给我们。”哦，丽娜就是那个小女孩吗？嗯，哎呀，可以，但是有交换条件。啊，把那个红姐姐的东西拿过来。我的吗？嗯。Ben Bing Yashi 看起来可以卖更多钱啊！我不要小孩的。啊 ，Lina Kakija Naimo， Lina 才不是小孩呢。Soda Soda， 还是小女孩才好呢。啊，这我也不能提出没反论，怎么样？交涉成立吗？把 Hinata 卖掉吧，好，把 Hinata 卖掉吧。哎呀，抱歉抱歉，我开玩笑的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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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もう許して，原谅我。どうなのかな？怎么样？交涉呢？好，再把 Hinata 卖掉。看来不行，只能战了，那就实力行使吧。我靠，看起来有点猛哎，一次三只，让你看看我们真正的力量吧，疾风的希罗，这次认真了。虽然我不讨厌实战，有点讨厌实战的，我是卡奇面的头脑派，柳眉的奥巴，伊玛麦鲁哟，我就是头部铁锤的武桑。全队跟每一个能力是满的，跟打毛啊！哦，防御无视的招式，先让他重伤麻痹吧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跌还跌倒了，妈的！我刚刚不知道他们强不强，在思考要不要回复啊。先把他们麻痹吧。哦，麻毒到，不过没麻痹。我觉得我只要能力全满就会赢了。图案的关系嘛。好，我先麻痹右边那只比较好。把左边那只干爆吧。